那我们也响应了我们的年轮政府的一个施政理念，那彰化县政府呢首次来整合了我们的社会处、教育处以及文化局三局一起携手共同来合办我们彰化囡仔好幸福的108年儿童节的庆祝系列活动。那借由这个资源的一个整合来节省我们重复的开支，那这样呢反而呢丰富了我们的内容，而且呢增进了我们县府每一分钱投入的一个效益哦。那就是希望让孩子处处都能够见到幸福，有了幸福，儿童的未来就不可限量。那首先我们在3月30号，也就是这礼拜六，在我们彰化县立体育馆，我们会来举办 SMILE 的同乐会哦。那我们呢是以科学、音乐、想象力、文学这四项为主体，那透过体验式的学习来丰富我们儿童的童年生活。那这一些趣味闯关以及艺文特色表演也正好结合了我们这个 SMILE 微笑，让孩子的童年能够更加的欢乐，更加的微笑。在知识学习有成效，那端品善行让他力行效，家家户户都能够哈哈笑哦。那我们在3月31号在我们的西湖糖厂也会来举办一同欢乐趣哦的庆祝活动。那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以儿童的人生以及居家的安全为主题，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呼吁大家了解儿童他们在居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性，以及让孩子们能够学习居家安全行为，降低事故发生的一个几率，并且建构一个安全无虑的居家环境。我们从游戏的过程中来引导孩子学习人生及居家安全，也让家长自己来检视我们家中的居家安全，并且提升大家儿少服务福利资源的一个认识。那在4月份开始，我们的礼拜六、礼拜天会在我们的和美、鹿港、永进、二林、田中、北斗镇来举办我们儿童剧的一个这个巡回活动哦。那总共呢6场，分别是由我儿童剧团以及品鹏草儿童剧团还有苹果剧团带来这个精彩的儿童剧的一个演出哦。那我们都知道欣赏儿童剧它可以开发我们孩子们的艺术欣赏的一个天赋跟潜能及无限的一个想象力哦。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孩子们呢在艺术体验文化、探索世界、了解艺术的真谛跟美好，来激发他们的创意灵感，陶冶我们孩子的美学，有艺术、有美感、有创意的彰化囡仔，我们一定可以开创彰化的一个未来，陪伴孩子走艺术的每一里路，都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